虎扑7月23日讯，今日亚洲联赛公司公布了2018年非凡12的参赛队伍，其中包括 CBA 山东队、新疆队及广厦队。具体参赛队伍如下：山东队、新疆队、广厦队、日本 B 联赛千叶分社击、名古屋钻石海豚、琉球黄金帝王、韩国 KBL 蔚山现代太阳神、首尔三星闪电、中国台北 SBL 富邦勇士、玉龙纳智捷篮球队以及菲律宾 PBA 的两支球队未确定。由国际篮球联合会 FIBA 认证的非凡12将在9月18到23日的澳门新豪影会综艺馆举行，届时所有参赛球队均可派出2名外籍球员出战。